定孤单飞天顶。阿嬷进来啦，好呀。袂啦，啊出来行行的，当作散步啊，安尼心情嘛才会较轻松。你就惊阿婆呢？啊，甲剩阮两妈孙啊，相依为命啊。啊，我若不听，我是要听啥？阿嬷，靠近来，我要食串饼。好啦，阿嬷带你来食哈。阿婆。妈妈，你有想妈妈吗？我逐天拢在想你。乖，来，妈妈看麦。哎，我你光头。阿妈讲安尼较方便呐。安尼哦。哦，比你大下呢。啦，啊，英弟也有甲我讲吼，又去五海啊上班的所在去找美琪啊啦。啊，问题是英弟啊去恁美琪男朋友伫咧上班迄所在啊，无拄到恁美琪啊。无要紧啊，上无已经知影对方伫咧倒位啊，恁爸不管是会使去甲当啊。阿叔叔啊，我今仔有当了美琪，甲因男朋友呢。啊，人互你拄到啊，你哪会唔甲抓当来啦？啊，问题是你也无迄个证据证明讲恁美琪就是去予因男朋友家挂的，你是要共安怎？无啦，我是讲要掠美琪转来，我插在你裤海啊！你是这个意思哦？害我阮爸叫是讲你要拍因男朋友咧？无啦，我顾家己囝仔囝顾袂赴啊，恁别人个必须甲万把哟，我咧插伊。啊，是讲我听阮天上伫咧讲吼，讲美琪因这男朋友生作真壮哉，啊体格嘛真好，啊佫真高义。阿妈真有礼貌，故意古早人咧食薏仁呐，礼貌，恁袂互礼甲咪咪嘛嘛嘛了，即个吼知知啦，一定不是啥物好种啦。阿叔叔啊，阿是讲美琴男朋友，你敢捌看过？阿来看，我敢若听人讲就佩服啊。假使讲你有这个机会，当了因男朋友吼，我相信你对伊的观念绝对会改变啦。一定会改。我即马干那想要甲骂尔，然后我拄着吼，你袂想要甲争。哦，你妈妈也歹性地，这个代志我来办啦。我若有拄着美琪男朋友吼，我会甲伊问看卖咧。了后我会搁甲考试，考了若会通过吼，归去安尼啦。美琪也遐大汉啦，和美琪甲男朋友结婚结结的啦。对，那你讲这是对还唔对？美琪自细汉管骂西人，就大汉的咧。啊，你按一两句话，清清采采要甲嫁出去。那问我这卡豆腐，伊嘛讲咯。阿叔叔啊，你还滚生笑？迄卡豆腐本来就袂讲话啊！来啦，坐落来啦，坐落来讲啦。这件代志吼，就准阮爸讲的啦。互阮爸吼，若撞到美琴男朋友，甲考试啦，啊考会过，考袂过吼，再去讲啦。恁大个，这样代志你上好莫插。啊，你对了，叫我是大个啊，哪会叫我莫插？我叫你大个心情爱甲你尊重，这无唔对啊吼！啊，不过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啦，这是我家内事，我家己处理就好啦。啊，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，讲入局食糜，当官食青。你即摆就是已经入局啊，所以你才会去遐气恁美琴男朋友。啊，我是一个当官者啊，我重新听来评估啊。假使讲因这男朋友若袂歹，咱个好客做家产嘛好啊。无啦，我即摆找你来是要拜托你甲这混账当家甲弄好散哩。哎呦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讲这款物件就是爱劝人和，无人劝人离。啊，但因两个即卖八字没有一撇，是要劝因啥物和啦？了，唔着两早，啊，未出代志时，紧甲弄个线。好啊啦，人嘛有伫咧讲讲经书看办，这个代志哦，你莫遐尼紧张啦，我看看来处理就好。唉，上好是莫我拄着，若我拄着吼，转过啊路，我着哈塞哈塞，互变作八地。姐姐啊，迄代志吼用讲的就好啦，莫安尼哦起脚动手啦，啊，我们爸去处理啦，免。
同我迄句话，我家己厝内事，我家己处理。阿西啊，你个性怎么那变安尼？你真正话讲袂顺车呢？啊，是你袂顺车，我袂顺车。先生啊，行，好来转啊。放啦，好来好来，要转紧转啦。我也无迄个时间吼，陪甲恁家的公仔孙啊三个呢，点点了精神啦。爸，啊，恁着甲册啊咧讲代志，好好讲，唔免讲甲大家吼安尼歹面相看嘛。那是恁阿叔叔啊，上气性地呢，唔是我了。那是你啊！我拜托你，把囡仔揣回来，你顶多叫伊去让硬去陪。你去问来。我转去，我要陪小姑姑耍啊！唔系啦，这么暗啊，咱好来转啊吼！你送啊！啊，拄只恁萱萱教阮美玲伫楼顶哦，耍到我尔欢喜嘞！你敢要这么早就带伊转去？我就想讲哦，阮萱萱对幼稚园哦，阮天山带去海钓场，啊，阮即要几下带来遮，规身躯哦一定足臭汗酸的啦，想讲紧甲带转来洗身躯。这唔简单，等下阮美玲洗身躯的时阵吼，互两个做伙洗啦，我才摕美玲的衫互伊换就好啊。麦啦，我看也是来转好啦。袂要紧啦，等下我叫阿东吼，菜串串的，你晚暗就留在这吃暗顿啦。水妹，你若要请人家吼，菜你家己去菜市啊买，咱餐厅的菜无要招待这种人家。天山。啊！恁姐姐是安怎啦？哪会讲这种话？煞唔知吼，参阮爸啦，两个人为了美琪的代志，咧门市办斗白目啦。歹势啦，我也是来转好啦吼，先生行。阿伯，恁姐姐无伫的，我做无聊的。你若是阿萱萱带转去，阿恁我愈无聊。小弟，小弟，来。那无人陪你耍，爸爸陪你耍。你上班先嘞。谢你呢，啊，落地村陪我阿母开讲。妈，您讲啊，啊，我已经无感情啊。阿妈，阿母买足侪新衫给我呢，啊，搁有你的哦。你好。阿姨，啊，时间无假啊，我现在转来啊。胖粉的啊，多谢哦，别个安尼半工来咧陪我。妈，您讲啊，阿妈来叫啊哦。今仔日拢唔讲话，是啦，阿母，阿是安怎？身体无爽快哟。阿婆啊，你将这物件啊摕入去房间去，啊，我有话要甲你妈妈讲，吼。阿莲啊。你安尼忽然间出现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查埔，我知我咧雄雄咧找恁两个，你一定感觉真意外。自从春荣过身，你从工厂卖掉，啊都无看见啦。这段日子，阮妈孙也是安那过，你敢知？查埔，是的啦。我唔是刁故意要甲你从阿伯房里唔管啦，而且我甲工厂卖掉是有原因的啊。是啥物原因呐？春阳在世的时阵，你嘛知影公司的营业状况拢无好，我是为着生存，唔才甲工厂卖掉。后来我就甲迄笔钱摕去转投资啊。伫咧转投资，我无反对，啊，不过。是安怎？你工厂卖掉，人煞无看的咧，啊？阿母，你听我解释啦。当初是我甲工厂卖掉，我迄笔钱是参朋友咧做生意，做生意的时阵做无闲，我唔叫拢无转来。可是若唔是因为安尼，你嘛袂误会讲，我要甲你甲阿伯放咧，无要管。
这两年来，我嘛足认真咧找恁妈孙啊。即马真无简单，互我找着恁两个啊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吼，我会好好补偿你。你讲话敢真实嘞？阿母，你爱相信我的话，我袂骗你啦。从今以后吼，你就毋免烦恼讲无人照顾恁的生活。无唔对，林秘书讲你目前的状况回来真好，应该先倒去厝歇睏，啊过一阵啊，才来病院给你开石膏贴掉。啊，你就对啊啦，你都唔知哦，逐工咧吃叫好歹，甲阿骨咧恐吓，我心情有阿歹，上恐怖是啥，你知无？逐工咧吃药啊，嘴上吐血咧。等咧厝嘛是爱吃药啊，阿哥。到厝诶爱好啊歇睏，袂用咧爬爬走，也若无，我着搁甲你送倒去病院搬。好好好，我只会当赶紧出院哦，我啥物拢答应你。咁安尼，莫无三工哦，就全出头了了哦。唐安英，我要甲你报个件好消息。我知啊，你是想要一个左囝，你有心好？唔认啊，是阿嬷你妈妈转来啊啊。你是讲阿哈伊爱新妇哟？嗯啊。我今仔日吼，甲阿姨吼去行行，将迄阿伯行行啊，啊去外口逛逛诶。切奇，我就听阿霞讲，伊即个新妇，迄阵就是甲因兜所有钱款款诶做伊走，啊，奈即摆要转来？我知啊啦，钱开大啦，无路通去，才要转来过啊啦。唔哼呀，像袂安全，怎解哦？恁用钱唔对啊啦，看伊穿迄啥裤，已经哦，应该真好看诶。呀，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这菜头放心啦，外表好看啦，内底哦拢个哦里里当当啊，这外面这里面都在掉落。你妈咧甲你讲啦，无你到人真正是要当个阿哈姨啊，个阿伯因团圆啊，咱来共祝福才对。啊，我若是要当个团圆，要当初何咪搁走嘞？啊，惨伊啊！彭文，哟，我讲。你随去阿爷哦，看因到底有啥物动静无？啊，若任何动静哦，马上我回来回报，晓得不晓得？娘子，我若有啥物消息吼，我一定出来甲你讲。很好。嗯，即马细胖胖啊，而且阁穿新衫，较早去睏嘞，明仔载上课，哈。妈妈，我若去上课，你敢袂当厝等我？妈妈当然在厝等您哦。你敢会搁离开我？同意啦，妈妈答应你，永远永远拢会搁在你的身边，袂搁离开你啊，好吧？妈妈这两年吼，无在你的身边照顾你，你一定受足侪委屈。这是妈妈唔对，阿伯，你要原谅妈妈好不？只要你莫搁离开我就好啊！当然了，妈妈绝对袂搁离开你。而且从即摆开始，妈妈嘛要予你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耶！多谢妈妈。妈妈，我足久无穿新衫嘞。哼，戆囡仔，唔那是新衫，以后看你要爱啥物物件，妈妈拢买予你。耶！多谢妈妈，妈妈你足好个呢。当然了。出去早顿，啊！你食了会晓无？会晓啦。你够敖哦，知影讲月英啊，带恁阿弟仔去台北佚佗，啊，你阁会替恁阿弟仔煮早顿给大家食。萱萱啊，食较紧的啦，食饱哦，爸咪堂哥带你幼稚园哈。嗯。囡仔食物件，咱就莫甲嘴。囡仔食物件，食了伤强，袂消化呢。爸，我咧赶时间啦。天长啊。
那平常时候你做代志同我说的人，啊，今仔为什么你关时间？啊，你初配这啊，今仔出院啦。伊交代阿伦讲哦，阮全公司的人拢甲列队欢迎啦，所以我较紧的啦。哟，初配会再要出院，我向我叔去都袂记的。李总，那你看你别吃紧的哦。安怎讲？你嘛爱叫初配列队欢迎啦。人家是初配啊，交代讲因公司的员工爱去甲列队欢迎，我唔是因公司的人，我哪得？啊，不过初配今仔会出院的，你若无去欢迎哦，到时哦，你会去欢迎去啊。爷爷，我甲人去列队欢迎无？放放伊啊！放放伊啊！放伊啊！快紧来，紧来，这个等来啊！放我俩，进来啊！你这个等来，进来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这个等来。人徛喺门口口，安尼拍波啊，迎接，欢喜哦，就爽快。啊 ，Allen， 啊，这个插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靠，你个弟啦，无记账了，我要家己行嘞。嗯，过来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哦。来下过这个巷路，嘿，啊，把你所有的衰运哦，拢把你扫掉去，啊，你重新开始，对不？对对对对。下过啊？没好。哈。这里啊。哎。谢谢谢谢。哪里讲？哎呀！哎，我弱嘞。稍等一下啦，哈。出头嘞！陈明生，你咧入这大厅来打破这块遐？哎，碰碰伊啊！啊，大遐的风俗，不是娶新娘的孙才有。嗯，就是讲咩，碰碰伊啊！人迄大遐片吼，迄是迄新娘啊，要入门进前吼，啊，甲打破。迄目的吼，就是要让迄新娘啊，较早生囝嘞。最后无要生囝，你叫大遐片啦。哎呦，你懂不懂啊？初配李尚哦，今日会当安尼平安出院哦，啊拢无代志哦，迄是算伊好运呢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叫伊打破这块耳，甲入大厅哦，安尼是后摆让伊事事无灾啊。初配李尚，打破耳，别打，一别别。孤单。